我们的特色，因为唱腔都是我们庆元自己的乡音口白，都是我们庆元方言语，很多的我们自己的方言语。姑娘，我今天鼻涕倒情，我不唱，专唱巴东神仙下凡来。那我们自己地方的方言语，我们自己的特色，它叫姑娘，鼻涕倒情目不强。 就像巴东神仙下凡来，咚咚，他就起板，他起板的时候都有一个哒哒，啊，那个乐队种子徽哒哒，那就起板，马上就乐队上开始唱，因为他的唱腔呢都有带着我们自己的乡音，比如说巴东哎。 噔滴噔滴噔哒噔哒噔滴噔噔哒滴噔，神仙下凡来。我父亲他就是搞这个文艺的。 我15岁就跟随我父亲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父亲那些剧本那些这些古老的，我父亲留给我留下来的。他表演的是王宝钏。天台云来，魂魄在呀，三魂。 渺渺不在心啊！我们郭闽戏的特点呢，主要是以我们地方方言为主，所以我们的唱腔都带着我们的本地方言。我们为什么走出去，我们感觉很自豪？我每次走出去的时候，他们说你唱越剧，我说我不喜欢唱越剧，那你唱什么戏啊？我喜欢唱我庆元戏。 他们庆元什么戏啊？那你庆元哪有戏？我说有庆元，就是我们本地地地道道的本土戏。说我就唱给他们听。哎呀，他说你们这庆元戏怎么这么好听呀？哎呀，也不亚于那些越剧啊、黄梅戏啊、那京剧什么的。其实味道是有点接近婺剧、赣剧这个，跟婺剧、赣剧都有血缘关系的。当年我们的祖先两三百年前哈，他们到外地去种菇的时候，那么他们在闲暇的时间呢，自娱自乐，会有这么一个唱吹唱班。 他们自己自吹自弹自唱，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都是自己靠自己闲暇的时间，白天去采菇，晚上呢，他们就自己组织一般人吹啦弹唱，样样都精通的。虽然没有专业的水平，但是，作为我们业余民间的，他们还是比较 OK 的。我的愿望呢，就是说能够让我们这上一辈人呐、啊，把他们原来有的东西，那么现在他们还在健在的人，我要把他们的东西。 传到给我，然后我再传到我的下一代下去，让我们的姑闽戏代代相传，发扬光大。青青青青青，上绣一把黑墙，把王八里应该写与公子成双对，坐镇鸳鸯双花榭。 Thank you.
贡献侠万来，献花望地开，替妾与故乡挖梦甘前来请安。挖梦，天管理，汉总理，吕洞宾，梁古老，汉湘子，曹国舅。火相姑，冷翠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喜报相伴亲节，户户平安，我先去也。家姐，苦心下地大吉大利，以前为本，往前为力。中原，二点大原，列种三原。为何？
家郎翠英今年二八向你婚配只因驸马蒙养蒙女儿因这次给国化定苦度光阴我看今天天气晴和不免让我上个梅花变凉凉秋天
请进。有请。小生在下有礼。公子，请坐。Thank you.
三个月太长了，那三天。
行来。内臣我拜见。
叫孤王把城开，除非是你死难，我也茫然。呼呼呼情分，一举成名，天下计。下官方清年前调集许配于我，自应家道不行，王广家财化为灰烬。母亲命我到姑娘家假谢盘缠，上进求靠。姑娘疾病爱抚，不当不假，外骂我一声逃荒河南，哪有官相把我赶出府门？如今我得中状元，要到姑娘家试他一番。来人，更衣。
陪下。要到姑娘家一走三看，叫啊不是我向啊走，我就来到来自一是姑娘父门，腹内才贫苦在。哎，来了来了！呀，是方姑爷来了。才贫，你进去通报，就说我方亲来了。是，又请家爷赴饮去堂。来了。门前喜鹊高叫，想必贵客来到。禀家爷父影，方姑爷来了。怎么，方亲来了？嗯，那他的衣裳如何？像从前一样啊。像从前一样，那你叫他秀门进来。是。范姑爷，翠萍他们怎样答话？嗯，我家夫人让你从小门进去。叫我从小门进去。我又愁死了，愁死了。彩萍，有狗叫，花郎到来，你哪里打发哎？哈哈，我道姑娘良心改变，原来和从前一样。哎呀，姑娘在上，侄儿方亲拜见。哦哟，是方相公、方老爷到来哎。姑娘，我是你侄儿方亲。哎，是方亲，你好乌纱，乌纱的没有钱。婆婆的帽子。No， 你婆婆衣裳，前头像袈裟，你后头提高衣。你看，你看，你婆婆的鞋子。你前头卖纱巾，后头卖鸭汤哎！哈哈哈，婆婆的哈子，哈哈哈哈哈哈！侄儿拜见姑爹。啊，侄儿你回来了。姑爹，我回来了。侄儿，当初我与你就送你一别。你到哪里而去？啊，不瞒姑爹，我就送进一别，后头等死在雪地里，多亏一帮藏刀剑的人把我救起，换取了一口刀剑。怎么，你还会藏刀剑啊？那姑娘我有事在心。你唱了这个姑娘就是忧愁，姑娘我啊向你一拜见两斗米耶。姑娘叫我一拜见
亮豆蜜，恐怕你会翻脚，要嚼个人来认个头。怎么还要嚼个人来认头？那好，彩萍，哎，老夫人来认个头哎。是。方姑爷，我家妇女所有就有，你不用怕，我来给你念头。好，你来念头。嗯，姑娘，你坐到来。是，不要抢。姑爹，他年迈之音，我唱两句给他听听。姑娘，你坐到来，坐到来。彩萍，哎，叫老夫人来打打拜耶。是，姑娘你听。彩萍，你也来听耶。嗯，道亲道亲哎。No， 那头方向的学来了呢。姑娘，我别的道亲我不抢。我就唱八洞神仙下凡来，去过
相传不谣传，哎，谁是女孩子？良心来边求哎，哎哎哎哎哎哎抢好了，抢好了！姑娘一百斤两斗米，到秀了，到秀了！呸呸呸呸呸呸呸！没有没有，方才唱那个八筒神仙伍子胥是唱的好，后来呢，唱那个鸡毛城一句一句的啾啾啾啾啾啾啾老娘的心，没有没有哎！哈哈哈，姑娘。我晓得你会翻脚，嘿嘿，如今很凑巧，我那个女儿喜欢你这个穷怪，不是懂事就是偶事，我要你写上太婚书给我，我那个女儿另嫁别人哈哈，不错不错，标记许配于我。我嫁到贫穷，不是同事就是我事，我愿写配婿给你。嘿嘿，你愿写就是了。彩萍，哎，你到这边来，叫他写。我愿就是了哎。哎呀，老贱人，你死下去！哎呀，老高老高哎！子啊，你姑娘年嘛不要听，你到东楼见你表姐，谢过姑爹。方姑爷，请随我来到东。见小在西山屋得了红中宝马，
仙山唐王，唐王监视，他封我殿前都督府之职，可汗无乎无力，三殿连州之门，将我都督府给于马步先前。今日我要为尊行要，与我商议一遍，你与我打过马来。却此量为金砖行要到到擅自开门，谢郎夫你未来了，擅自我未来了，为何见你进了得来一身荣耀，擅自非是我得到一身荣耀，我在西山湖收了红中宝马献于唐王，唐王他见我恩爱，封我殿前都督府之职，谢天谢地，谢造了，这样谢造了，苦汗无苦力，三殿连州之本，将我都督府给为马步先前，要去到西凉，今日我是为尊行要与上至一别，老子讲真是不好了，小女，苏大哥是我两当二夫，幸有幸免，足有足量。谢郎夫，你说幸量这样呢？幸量嘛，教育丈夫去到西凉所用。那么足量么？足量教育三子住在杭窑所用。正是么？那么西南府你要五十七成，三子我马上就要辞呈，西南府我往事叫你小要去够了够了，Yeah.
Thank you.
鸡呀，接郎官，我打鸡呀。
在县东北，雪道我雪凉啊，我这双玉妻子啊，天儿江儿地呀久啊，为啥的么到今朝喂，
鞋子啊，我买呀脏哎，那片上哎哎哎，裂落到啊粉哎，花脏子啊哎。呀哎哎哎哎呀别浪夫啊呀表一表妻子一片心转眉流此定战斗说分明啊你金秀才金大秀再谢秀不进来嫁别人你见呀去张呀去连脖子夜望眼别的事情小妖姐去赴云草喂你记在心啊哎呀不平不大碗吧一起无悔闹心中我经常有听他呀坚固相爱老贼呀发勇兵哎一马一马耶不到哎死下官哎马哎马不到哎八色不均一马上上上上上马不到位修修修修了什么修要脏嘞妻子送你啊到西凉啊下马城来泡酒哎随手抓住了啊抱过来呀忙将去去了无情节我躲呢
擅自为丈夫刮雨了。不要啊，相逢啊，到西凉啊。在心啊，江山我回君了哎，寒呀泪呀哎。当不知谢郎夫这次回呀啊，拿着这妖精，有若不退则